180块埃镑。180块埃镑。OK， 第三个立木呢，就是拉米西斯二世国王的爸爸啊，那个法老王的爸爸叫做塞吉一世。塞吉一世那个门票多少钱？1800块埃镑。1800块埃镑。那个墓很大，里面的壁画有特色，颜色保存的好，就1800块埃镑的。好，那如果还有我另外参观，那边的那三个，如果你要参观一个的话，那个门票都在外面买的，OK 吗？对，在门口外面。